澎湖目前冰花将进入盛产期，原本一公斤要价上万元的顶级蔬菜非洲冰花，由于技术成功转移农民，加上澎湖得天独厚的海岛气候环境，不但冰花成长品质良好，今年价钱一公斤也只有240元，现在吃最划算。在非洲植物非洲冰花，因为叶面上生长珍贵岩晶颗粒而得名，所以又名钻石花。非洲冰花是高级食材，可直接生吃或制作凉拌前菜，口感很像带着咸味的莲雾，近年来引进台湾。非洲冰花早期在台湾温室种植，一公斤要价12000元，天价的冰花一时受到瞩目。农民朋友表示，今年产量不错，也由于本县种植的人很多，所以价格每年掉，但今年目前每公斤240元，还是有不错的利润。今年大约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但是量较侪，量较侪了。啊，今年的品质怎样？产量怎样？伊的产量是有较细本，嘿，啊，但是较无讲过去吼，较大本安尼，嘿，啊是怎个安尼？气候问题，啊，即摆种品质怎样？正常好啊，果也上好。啊，我正常来，大家拢有啊，都较少啊。啊，无伊种的介绍有怎样？算还好啦，比往年较好。哇，有几万丛落个啊！种几万丛啊！疫苗，起码家己疫苗嘛。疫苗加疫苗，差不多一万丛落。有啊，几万来批。预计差不多一年种起差不多种几斤啊？几斤哦？应该近1000斤嘞。近1000斤哦。是啊。按皮叶头顶。嘿。有小虫。是怎哦？啊，伊只虫。伊个虫按皮叶起来。是哦，嗯，啊，怎个用手捏啊？啊，用手捏，嘿，无你落药啦吼。不。相对过去一公斤动辄万元以上的天价，澎湖栽种技术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让冰花品质、产量都维持相当水准，价格更是亲民平稳，不仅为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，更带动澎湖冬季经济农业。记者陈荣玉报道。